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这是常识。生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款食材，有驱寒保暖的效果，尤其是在夏天突然来个暴风雨啊，一不小心在外面着凉了，我们就可以用生姜煮水喝，可以逼走身体内的寒气，缓解风寒感冒。家庭当中啊，一般都会备上一些生姜。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这几年生姜的价格也不便宜，所以好多人可能会多买一些。但是生姜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就会脱水而出现干枯的现象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发芽。如果是放在冰箱里，虽然隔绝了空气，生姜也能够保鲜，但却容易出现滋生细菌甚至是发霉的情况。生姜放久了总是坏，简单的一些小妙招，放半年都不干瘪不腐烂。方法一，淡盐水浸泡。把生姜清洗干净之后啊，放在淡盐水中浸泡20分钟，然后把生姜捞出来，擦干表面水分，再把生姜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，晾干表面之后，用保鲜膜把生姜包裹起来，不要留空气。包好之后就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保存，这样的话，生姜的保存时间比较久，可以达到一年。方法二，埋姜入土。我们要准备一个可以漏水的小盆，往盆子里倒入适量的松散泥土。泥土如果可以稍微湿一点，那就更好了。我们在土的表层挖一个小小的洞，不要挖得太深，能把姜放进去就够了。然后把姜放在洞里面，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啊，再把姜给掏出来。这样保存姜可以让姜有效地减少水分流失，保持新鲜。方法三，大米保存法。直接把姜放在大米里面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，这样的方法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也不用担心生姜变坏，因为生姜埋进大米同样是可以和空气隔绝开的，所以说生姜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容易腐烂，不容易变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这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